再来杯酒，再拿一杯酒。不好意思啊，马上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哎，刚刚网上爆出甄念整容前的照片，简直太夸张了。原来他是个整容怪，亏我还喜欢过他。那你的喜欢可真够廉价的，不管他长什么样，他的内心要比你这种人好看一万倍。愣着干嘛？拿酒去。这次得换你主动来找我了。